要搁做伙来表演无啊？是安怎一段？这么侪年来，我对伊拼生死，竟然不知伊是玫瑰的初恋情人，尤其是爱姐。 伊常常苦苦发大个奖吧，甲伯你感情阁遮尔好，一定无法度接受的。拢怪我，我乃无看出来，每关对待有感情啦。真正是我有够戆的，神经比电报条搁较粗，无怪每关会遮尔气嫌我。 生啊，护士啊，拜托，开一个安眠药给我吃的。我这两天拢困袂去咧，妈，你唔差我啦，我让你靠伫个家啦，看你这个小小病房内底啦，我无气色吼，嘛得忧郁症咧，拜托，开一个药给我啦。 上届无，暗时爱困觉，嘛咧送伊半暝，起来想一寡话，袂乌白想啦，拜托个啦。会晓乌白乱想啊，看伊规工戆戆，都毋肯用头脑。你是？ 我靠！检查到谁先来？在无？你真正无死哦！啊！你到底要去什么所在啊？你是安怎抓住我死啊？无啊！啊！对迄个检察官，伊讲的啊，伊讲吼，因找着一个落海的浮尸啊！啊！
敢会是参照伊所讲的你？你是假死吼？无啊，你啥物安尼做啊？你钱款过来做你走呢？哈，咪起来个假死，啊无即摆到底是？你搁甲证件放我甲大来打，你真足无意思的呢。是谁甲你讲我甲钱款款做阿走？是江优的是？啊，你莫搁假啦，我拢知知的啦。伊讲伫仓库放火烧资料，是你对？他这里，我哩，妙计，我看你就是无啥啦，啊，你走去啦。韩公，啊啊，别了。你个海外资金哦，全部拢款款去啦，佮个公司的资料全部拢烧掉啦。咱公司到底房地产的资料伫底？我拢啥拢无呢？你哦，你着我拄仔咧目睭金，你看天路拄仔咧倒去，你真正良心要够薄伊啦。你佮即摆也是头脑空空啊，你真正无救啊。无，你即摆是讲啥？我骂你讲，放火的人根本毋是我。不是你，啊，不是谁？有秘密仓库的锁匙，甲咱三兄弟啊，火不是你放的，嘛不是我放的。你想，还佫有甚物人？你是讲是？无可能啊！拄仔迄天我爸伫现场呢，甲我做伙救助了，要拍火呢。所以我才讲你从来唔捌用头壳。到今嘛，搁叫江优来骗啊五五四。对啦，若是讲到感情的代志，我真正有骗到足惨的。也不过就是讲到事业嘛，伊安尼一路甲我照顾，一路甲我牵绳呢。你看，伊要移民去美国，搁甲董事长的爸给我做呢，还是叫你去做，公司破产替死鬼啦！你即摆在讲啥？我差一点仔都无命，是江优咧开车将我弄落海。无可能啦！哪无可能？你抓准伊是一个君子，甲你是拍好俩才亲兄弟是毋？咱两个拢去互骗去啊！所以你的意思是大开车？叫伊大个，伊无资格，是一个骗子，为着要让家己脱罪。来陷害结拜兄弟。安那安尼，迄海外资金的小铺啊，当地的手头，天龙所有财产要藏在倒位，只有上清楚。啊，不过之前海外投资，敢不是拢你咧处理？那咧，我问你啊，假使这个大兄来开嘴甲你讲公司出状况啊，爱从海外资金找一个所在藏好，将来才有机会东山再起，你敢要相信？我当然嘛相信啊，我嘛相信啊，我一点啊拢无怀疑，就将物件给伊。所有黄金债券、秘密账户，全部拢交予伊啊！安怎？你唔相信？我唔是唔相信，只是我即摆吼，规个乱糟糟、雾煞煞，一粒头两粒大，我头壳哦，迄脑筋内底袂出来拍架同款嘞！我实在是哦。江优咧已经倒来台湾啦，你人明明倒来啊！谁那个即马拢无来看你？用你的戆头脑想看卖为虾米？因为你把所有罪拢互你来担。